使用快速键 shortcut keys 一。那么呢，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个程式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像画面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，也就是当我去点选我的这一个 file menu 的时候呢，我必须要选择功能。那么呢，我们在右手边呢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快速键，例如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呢，就是 Ctrl R, Ctrl W, Ctrl I, Ctrl E, 还有 Ctrl Shift N。 那也就是说呢，有时候我们要选取这一些功能的时候，我们要使用这些功能的时候呢，我们并不是每一次呢都要去按 File Menu 然后找到它才可以选用。那我们可以在键盘上面呢直接按这样子的快速键，也就是按着 Ctrl 不放，然后我再按 R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也有同样的功能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键盘上看到呢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按的时候呢，可能呢我们就会按到 Shift， 也就是说我们一只手呢要按着 Shift左边的或者是右边的，然后呢我们呢也有可能会按到这个 Ctrl， 也是左右两边都有，或者呢又是 Alternate 键。那我必须按住这些键呢不放，所以我们就要看我们的 Shortcut Keys 到底是要怎样的组合了。例如说 Ctrl R 的话呢，我就呢要按着我的这个 Ctrl， 我会用右手呢按着 Ctrl， 然后呢我用左手呢去按 R， 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了 Flip 或者是 Rotate的这一个功能，这一个效果。所以这样子呢就叫做 shortcut keys。 我们常用的 shortcut keys 有哪些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那假设我按这个 Windows logo 的呢，也就是说它有这个 Windows 的标志的这个键呢，它就是跟我们按 start menu 是一样的，所以呢它是按开启呢这个开始的菜单。那假设我按 alternate tab 呢，它会更换所开启的程式视窗。alternate F4 它会关闭呢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程式视窗。Ctrl S 它会储存现在的档案，这个呢适合用于大部分的程式。好， Ctrl C 呢就是 copy 的意思， Ctrl X 就是我们 cut 的意思， Ctrl V 呢就是我们 paste 的意思。好， Ctrl Z 呢它是还原上一个动作，也就是 undo 的意思， Ctrl A 呢它是选取整面的所有的东西。好， F1 呢就是显示 Windows 呢或程式中的求救档案，也就是我们的 help bar。那假设我是按着 Windows 的 logo 再按 F1 呢，它就是显示 Windows 的支援程式了，也就是 Help and Support。 好，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看到的呢就是 Escape。 Escape 呢它是取消现在正在执行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在执行某个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只要一按 Escape 呢，它就会有 Cancel 的作用了。好， Application Key 呢就通常呢会在我们右手边的地方，在这个右手边这个Windows logo 的右边，那这个呢就是开启与此程式有关的菜单了，它等同于呢我们在用滑鼠的时候呢 right click 它所会出现的这个 menu，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 shortcut keys 了。